这件文物是扬州市施桥镇发现的一条古代木船，学者多认为它是唐代的船只，从它的规模、用料等方面来说，可能是一艘官用运输船，来往于长江与运河之上。自唐代以来，依赖大运河的运输商贸作用，扬州出现了交通运输和经济发展的繁荣景象。请问下列诗句中属于表现唐代扬州航运盛况的是哪一项？ A. 山映南徐木，千帆入古今。 B. 轻舟不敢渡，空力望旌旗。 C. 看书游机上，结兰以沙头。 D. 天堑茫茫连卧交，秦皇何事不安桥。选项二里头说这个空力望旌旗，我感觉这是要描述一个战场的一个状态，就不像是经济发展的。D 呢，天堑茫茫连卧交，秦皇何事不安桥，这就更远了，这就是我们福建人可能是要向海而生，要出海了。所以到了 C 就个看书游机上，结兰以沙头，哎，这个呢又感觉太安逸了，就还在看书，这个船已经到了。所以我这么一排除，我就觉得千帆入古今非常有繁华的商业码头的气息。我其实用的也是排除法， B 选项说的轻舟不敢渡应该指他是自己一个人坐着那种柳叶船啊之类的，他想要过去，但是他可能当时有旌旗啊之类，他在打仗，所以他不敢过去。 C 呢，他应该是形容那个河流水速比较快。 D 选项他提到的秦皇，我觉得应该不会是唐代。到底正确答案是哪个选项呢？A， 本题一共有七位选手回答正确，祝贺。那我们不妨来看一看四联诗句到底写的都是哪里。 A 选项呢，它是出自唐代诗人卢纶的《泊扬子江岸》，那自然渡口在扬州了。那 B 选项呢，是戴叔伦的《送李大夫渡口祖峰》，这个地方是在山西的龙门。D 选项是唐代诗人写下的钱塘渡口，那顾名思义这个地方是哪里？钱塘江。钱塘江，所以这样的话正确选项就肯定是 A 了。那说回到这船只和运河的关系到底有着怎样紧密的关系呢？刚才这首诗啊，其实是讲了大运河和长江交汇的地点的这个繁忙的景象。其实隋炀帝开着隋唐大运河的时候，他开的不是一条河，他是开了好多的新的小河道，沟通了原有的湖泊和原有的自然河道和原来的人工。因为船只的这样广泛的运用呢，也使人类的文明从这个陆地，从而可以转向河流啊，从而转向大海。其实在当时的运河上啊，行驶了很多的这样运输的船只，那也是因为有这样的运输的产生，也使得运河沿线的很多的这样的城市，它是因运而生，也是因运而兴的。那其实扬州就是这样的一座城市。